世新大学昨天公布了第一届传播学者媒体评鉴大调查，首次邀请传播学者对媒体进行评鉴。而调查结果呢，发现传播学者最常看的报纸呢是《联合报》，在最能提供新闻资讯、内容最具深度、最公正客观、最好最优质四大指标，《联合报》全部都囊括第一。而在这次调查当中，《联合报》、《天下》杂志跟《公视》还有《中广》是最受传播学者肯定。